了，喂鱼了，我在喂鱼。你看那个熊样的龙鱼，瞎转着吃不着，别的鱼吃的咯咯。他就在那瞎晃呢，那我上，不想想玩儿再不同。晃荡，你看他晃荡那些龙鱼，对呀，一点没有竞争力，怎么生存？提得出那些鱼东西，油上拼命的怎么吃啊？哎呀，我就喜欢这大红鱼、红菠萝呀，爱吃。啥话啥也没了，没有竞争思想。哎呀，主人都替他愁，害得我半夜去喂他。